大家好，欢迎大家出席今日的团结卓尔论坛。我是 Yolanda， 是今日的司仪，亦都是团结香港基金公共政策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今日基金会很荣幸邀请到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郑志刚先生为我们主讲艺文双社共融，重塑香港软实力。在主讲之前，首先等我们有请今天的特别嘉宾，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召集人、亚洲金融集团总裁及亚洲保险主席陈志思先生为我们致辞，有请 Bernard。 大家好，很多谢团结香港基金再次邀请我参与卓尔论坛，作为一个的参与者。今次已經是我第三次咧就參與團結卓爾論壇嘅。咁呢三次咧，其實都有共同點嘅喎。我諗團結基金請我嚟咧，因為可能睇到我個背景。呢三次咧都係同文化藝術係有關嘅。咁可能大家都知道啦，應該而家應該要知道啦。我係讀藝術畢業嘅，應該話我係讀畫畫畢業添嘅。咁點解今日講咧？今日我哋嘅重頭戲主講嘉賓唔係我啊。不過我想 set 咗一個先先俾大家。我記得我讀完藝術畢業翻香港咧，或者我上次喺卓爾論壇我都講過嘅，係非常之自卑嘅。因為千祈唔好同人講話我讀藝術，因為一同講話讀藝術咧，人哋會覺得哇，你一定係二世祖噶啦，係嘛？讀啲咁冇用嘅啊，冇前途嘅學科。咁當然唔係就係藝術啦，我讀音樂啊，其他啲大家都會覺得，喂，你嘅前途係咩？你出路係咩啦？咁呢個就係講緊幾廿年前，即係大家嘅眼光。好啦，咁講快多廿年啦。到我參與公職嗰陣時候咧，其實當其時開始對文化創意咧有少少起步咗，但係都係初期。我最記得最有深刻的印象咧，因為我個藝術背景啦，所以特區政府咧就委任咗我做幾個嘅公職嘅，包括係活化歷史建築物嘅一個委員會嘅主席啦，同埋呢個嘅古諮會嘅公職。咁因為嗰陣時候咧，2005、2006年咧一個好大嘅社會嘅浪咧，就講保育，而呢個保育嗰個風浪咧係由年青人去帶動嘅。咁點解我記得咁清楚，同今日個議題又咁有切合咧？當其時個社會係有一對好大嘅聲音咧，係抗拒就係啲文化或者甚至啲保育，因為我哋其實講真，因為呢個種種原因啦，我哋咁多年嚟唔係淨係我哋喺回歸之後、回歸之前咧，其實大家對保護我哋歷史嘅文物咧唔係太重視嘅。原因好簡單，啲歷史文物係一個地嚟嘅。喺個地方嚟嘅，係會賺錢嘅，會可以嚇賣出去賺錢嘅，所以唔好話淨係政府，民間社會都係其實冇乜點重視嘅。反而咧，政府嗰啲地咧留翻嚟嗰啲叫仲機會大啲啲。如果係私人嗰啲啊，拆啦、起樓啦、賺錢啦，係咪啊？所以如果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我呢個委員會成立嗰陣時候咧，係回應緊社會當其時有一股嘅哇對。除了話係要保護呢、這個，我竟然拆咗添啦。當其時就係呢個天星碼頭啊。我做呢個委員會嘅時候咧，就講緊係皇后碼頭啦，因為天星拆咗，所以個迴響好大，就大家講皇后。但係同一時期，仲有一樣嘢發生，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咧？就係、是、我哋前嘅海，我都唔記得個名添啊，係尖沙咀呢個嘅我哋嘅呢個警察水警總部啊。因為當其時嗱有原因嘅喎。因為我後來才發現的原因，因為2003年嗰時 SARS， 我哋嗰個經濟係低迷，政府同埋個社會都係啊，諗緊點去重振翻我哋嘅經濟，所以嗰陣時候叫做嗰個保育項目咧，喺呢個潛水警總部咧，其實唔係叫保育項目嚟噶，據我嘅記憶睇翻，其實係講緊係點樣重振經濟啊，咁所以後來嗰個項目就我哋批咗俾一個地產企業，咁啊作為一個商業嘅一個嘅地標嚟嘅商場啊好多。嗱嗰陣時嘅反響，尤其是好多年青人嗰啲人就話：，哇，咁商業化嘅啊！我哋啲咁好嘅歷史文物變為商業化，好多批評。所以嗰陣時候，我哋呢個活化委員會成立嗰陣時候咧，哇！我哋好緊張嘅，因為呢啲政府嘅啲建築物，我哋點樣批出去俾邊個做咧？
雖然大館不是在我們的項目之下，但其實我也有份參與在最後大館的工作，所以我其實今天都是大館文化藝術公司的主席。當時我們很小心，就說哇，千萬不要太商業化，因為商業化呢社會很迴響，很反應很大，所以呢那刻開始經常都覺得文化藝術文化藝術，商業就商業，千萬不要將兩者就撈太埋。雖然我們大家都明白，喂，你沒有商業文化，我怎麼那個文化藝術怎麼去生存到呢？所以這個成一個矛盾來的，為什麼一方面又要生存，但又不要商業化，因為商業化是否最終是社會不是所有人得益呢？商業化是有人得益的，不過那些得益是否整個社會呢？所以這個不斷在拗緊，同一時候也都又要是大家又要承認，我們商界當中呢，當其實也都其實你說有沒有人去重視藝術文化這件事，是有，都有企業做的，但是我想他做呢都做得來是未必好像今天那麼厲害。今天呢待會我們的主禮的主講嘉賓，待會我等下由 agent 自己親自講啦，不單止說是引入這個文化在一個商業的項目裡，這個其實很多人都在做緊，你做得成不成功，做得好不好，這個見仁見智，但是要做到是帶領社會去改變新的潮流，以及塑造香港一個新的，今天我們的我們整個討論的角度是是否塑造香港一個新的軟實力呢？這個不是簡單的，這個不是純粹引入商業文化去商業活動，那個不難做的。我記得我在立法會，我曾經做過立法會，我還記得我呢，因為我問過政府一個問題，我說怎樣去推動香港年輕人的藝術呢？好像沒有出路，剛才說回我讀完大學回來，個個都沒有出路。當時我問過政府，向同商界很難，因為商界我們沒得控制，我說政府這麼多商業大廈，會政府去買啲香港年輕人的藝術品啊、畫啊，或者係塑造啊啲嘢可以擺咧？我問嗰條問題㗎，政府話：我哋會做。不過嗰廿年啦，十幾年啦，咁我唔知道成幾多啦。不過我又覺得肯定唔係帶動到個潮流啦，係咪啊？咁所以其實政府應該真係可以做多啲。商界就我難好難控制，因為始終都係商界有佢自己嘅考量。但是剛才我說的還是十幾年，但的的確確這四五年真的很明顯看到那個極大的轉變，轉變就是真的呢，今天我們的主題叫藝文雙社共融，這個概念經已不是再是之前呢，我們在那裡掩掩縮縮，我都說我經常都怕我做了太多商業化被人罵，今天待會我們真的我們的主講嘉賓 Adrian 鄭志光，在過去這段時間真的引入了一個不單止是被人看到文化和商業兩者之間是否找到一個共用贏的方案呢？我覺得當然 Adrian 對不起，我未必說一定你成功不成功，這個是需要時間 去證實，但最少你肯做，你是第一個走出來投放這麼多資源，我即是去，我不是應該幫某一個商場介紹的，不過我真的去了某個商場，是不是去了某個商場看到哇，那個商場是不是單止是一些的當代藝術家的作品，而是設計師和建築師，香港的外國的大家怎樣交流，這個正正就是我覺得即是今天講的議題的共融，是否有些方案出來是多些人得受惠的，整個社會有受惠呢？這個就是我想即過去為何很多人批評，就是否出來我的人過分某些人只是得益的，那就變成眼紅了，但是否真的可以做到，現在我真的看到，咦，我們大家都受惠，最重要是市民都受惠，當然商業上當然有些好處，是不是可能做得好一些住客沒所謂的，但最重要就是整個社會是否受惠。所以今天我很多謝團結香港基金給了一個平台，我們大家去討論，而最重要就是我們有我們的主講嘉賓鄭志光先生，由他親自去講一下他過去這個時間，因為呢真的我絕對精準，因為我背後都做了不少自己參與了過段時間，講就容易，我講了很多年了，
但今日係出嚟做喎，揾人出嚟做啦。所以 Adrian 嗰間，我哋好期待你同我哋講下你背後嗰個嘅睇法，同埋我相信當中亦都好多辛酸事。因為批評咧，香港係最容易嘅，個個人都好容易批評。點去做咧？咁呢個我相信即係我哋好即係期待。咁啊喺啊一間鄭志剛先生同大家分享之後咧，我哋都有個少少嘅座談會嘅。咁啊座談會當中咧，我哋都要請埋我哋浸大教授啊 Johnny潘明倫教授咧，音樂系教授。不過你除咗音樂系教授之外咧，亦都係創意媒體研究呢個領域嘅召集人。我唔知係咩意思啊。不過我相信即係咧，即係我意思即係咁 fusion。嗱，呢個正正就我覺得哇 ，this is what Hong Kong need fusion。即係點解又去翻我哋嘅成今日個主題啦？軟實力。我即係我講完呢個完啦，因為我其實我做介紹嘅啫。今日兩三個月前咧。有幾個大嘅嗰啲嘅品牌啊，國際級品牌就嚟見我，見親我都唔係好嘢嘅，多數都係投訴嘅，係咪啊？咁啊同我講就喂，即係香港再行落去，我哋唔係淨可以咧，又係一個 shopping mall 或者係賣啲好似以前咁樣 business as usual， 因為我哋競爭對手太多啦。你講平咩？好多地方都好平啊！以前可能嗰啲冇嘅，而家地方都有嘅。咁你點樣咧？咁啊，其實最終大家同意嘅 ，which 我都係咁講，就話我哋係俾遊客或者俾本地人咧，係要俾個 experience， 就唔係淨係一個嚟買嘢咁簡單啊。咁又係講容易啊。咁叫咩 experience 咧？係咪？咁啊，所以大家都同意就話我哋係要一個好即係 fusion 式嘅，即係我哋又有藝術，又有係有音樂，又有多元化。咁啊，當然就食啦，有食啊，有買咁樣。咁正正就係今日咧，即係我諗得好切合我哋嘅主題嘅，就係香港係咪可以揾到一個新嘅一個賣點咧？即係個軟實力嘅賣點咧？如果我哋純係話單靠係人有我有，香港仲可以走出呢個競爭咧？我哋有冇競爭嘅能力咧？咁我好期待今日我哋喺間呢個討論環節嗰陣時候咧，就亦都有Adrian 啊同埋Johnny 咧，同大家一齊喺度同大家一齊分享嘅。多謝大家。好多謝 Bernard， 跟住落嚟，我哋有請今日嘅主講嘉賓，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鄭志剛先生。佢將會同我哋一齊探討藝術同埋商業之間嘅關係，究竟從一個商業嘅角度嚟睇，藝術、文化同埋社區究竟可以點樣共融發展呢？事不宜遲，我哋有請 Adrian。好，多謝各位，咁啊，多謝阿 Bernard 啦。嗱，頭先咧，你都講到咧，嗱，首先睇我個 look 先啦，我係專登整呢個 look 嚟同你講嘅，嚇，係咪好似藝術家咁？好多人都講話，疫情之後，即係而家咧，其實係要藝術 look 啊嘛，咁啊整咗藝術 look 去參加你依個講座。咁首先歡迎 Bernard 啦，啊，歡迎阿潘明倫教授啦，各位嘅朋友啦，同埋咧我哋線上嘅朋友啦。咁其實咧，阿 Bernard 講得好啱嘅。咁喺依十幾年咧，其實我做藝文商社依四個字咧，做咗差唔多十幾年㗎啦。咁開頭咧，其實尤其2008年啊、2009年咧，基本上咧係辛酸到不得了嘅嚇。點解咧？其實阿 Bernard 講得好啱嘅，就係話咩咧？啲人係抗拒嘅。我藝術就係擺咗喺依一度，我商業就係擺咗喺依一度。點解兩個可以共用咧？唔止唔共用喎，係點解你可以同個社會有咩關係咧？咁你到咗三四方面嘅唔同嘅持份者，都係企喺佢哋自己嘅一個觀點嚟嘅時候咧，其實你就變咗喺中間咧，其實你就基本上係有咗一個大嘅一個衝突嘅啊。咁點樣慢慢其實係演變咗咧？除咗係個受眾嘅變化啦，我哋由所謂嘅80後。去到千禧年代咧，其實呢個演變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演變嚟嘅，因為其實你最緊要係嗰個邊個係個受眾啊嘛。80年後嗰啲咧，其實就比較50-50嘅對依樣嘢，佢好接受，但係佢未夠膽講究竟點樣去將藝文商社係共用嘅。好啦，去到千禧即係95後啦，或者2000年後就唔同咯。你見到點解呢幾年會突然之間會轉得好快咧？就係因為佢個受眾咧開始會有啲唔同嘅變化啦。
嗱，咁呢個咧，亦都係個契機，去要 address 嗰個我哋嘅所謂嘅 customer 又好，個 stakeholder 都好 ，what do they want？ Because the world is changing。啊，咁亦都見得到我譬如十幾年裏邊由新酸啦，慢慢變咗 OK 啦，到而家咧開始多啲嘅關注啊。其實我做嘅嘢係一樣。其實我全部的初心咧係冇變過嘅。好嗱，咁我以前我講咗諗咗好耐，點樣講個 topic 咧？就係、是、其實首先我哋講咗，不如講到藝文先啦。其實藝文係乜嘢嚟嘅先？如果用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去諗嘅時候，究竟藝文究竟係一種咩嗱？正常就覺得藝術文化高高在上係嘛？高深莫測啦，咁啊，我要去美術館啊，我買一張畫又好貴啊，咁啲媒體係俾到你去一個演變去睇，究竟咩為之藝文啦？但其實咧，我想講嘅嘢咧就係好簡單嘅啫，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文化藝術就係一個 language， 一個語言，就好似我學英文咁，學中文咁，其實你唔使學嘅，依個語言同音樂一模一樣。音樂可以全球化噶嘛？你聽嘅啫嘛，你中意聽咪聽咯，係嘛？藝術文化咧，其實喺點解叫軟實力啊？其實你要明白佢係一個語言，係我同你去溝通嘅。嗱，點解咁？但係好多人都會覺得佢唔係咯，佢係一個好高深莫測咯。咁你其實標籤咗佢嘅啫。但係藝術文化根本同創意係三個都息息相關。第二。它跟人類歷史是息息相關，人類歷史的演變就會創造文化，文化就會創造藝術，藝術只是一個表達方式在文化上面而已。如果你明白這個點之後，你會明白、哦、原來我文化藝術變成一個全球化的一個語言，每人都會懂聽，每人都懂說，因為每一個人其實是出世的時候你都是一個藝術家。我哋新世界發展咧，我哋嘅口號係 We create, we are artisans. Everyone is an artisan. We can all create. 你會每一個人都可以創造每樣嘢噶嘛？你細個嗰陣時，你畫張畫，你都畫靚過人，你係創造緊一樣嘢噶嘛？你對顏色嘅繽紛，你對世界好多嘢嘅美學，其實一早你已經喺度噶啦。不過當你大嘅時候，你喺社會方面咧標籤咗好多嘢，你咪唔記，你唔想諗嗰件事咯。或者同你講，好啦，頭先阿 Bernard 講。你讀藝術啊，讀文化、啊、讀音樂啊，你冇出路嘅喎，依個係唔可以做嘅喎，咁你咪永遠記得我依個嘢唔掂得嘅，唔掂得嘅，我會好驚，我會抗拒咯。但係其實文化藝術根本就係你自己本身嘅一份子，喺你嘅生活嘅一部分，融入咗你每一個你自己生活嘅細節。而文化藝術因為依個語言其實係可以創造咩啊？公平、和諧同埋穩定嘅，真係好 powerful 嘅，係嘛？好啦，咁當你明白呢個語言嘅時候，佢仲有一個好 powerful 嘅嘢，文化藝術係你自己嘅一個 self identity 嚟嘅。如果一個好一個地方文化藝術強嘅地方嘅時候咧，或者佢好多嘅文獻啊、文化底韻嘅時候咧。其實那裡的人的身份的認同或者個歸屬感咧，係會強很多嘅，佢會更加有安全感嘅喎，啱唔啱啊？依樣嘢咧，除咗個語言之外咧，其實因為頭先我講咗啊嘛，文化藝術係一個歷史嚟噶嘛，係一個你可以追溯嘅一個地方嚟噶嘛。但係嗱，如果對年青人一代嚟講，佢啱啱佢可能十零二十歲，如果佢一個歸屬感，佢個 sense of belonging 嘅時候，他會想想我這裡究竟有什麼底韻，有什麼文化是值得我去有歸屬感，對嗎？香港有一個問題在這裡，我保育皇都的時候是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全部沒有文獻的，沒有記錄，沒有 documentation， 我連個非拱的建築師的名字我都找不到，那個職我都未必找到，是任何文獻，到時我怎樣可以展覽出來給我下一代呢？當然是吧，下一代的時候，現在我們追溯到大約500到1000個文物，即是所謂文物，
但係如果冇依樣嘢嘅時候，你其實好難去傳承嘅。你傳承緊咩啊？你傳承緊一個歸屬感，你傳承緊你一種文化係嘛？傳承緊一種認同。嗱，依樣嘢咧，一陣間可以講嘅，其實係幾緊要下嘅。好啦，咁所以當你係有一個認同感嘅時候，文化藝術其實係一個語言媒介，去令到你去傳達、去交談、去交流、去同你去傾偈。依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大家要首先嗱，一個好基本嘅一個了解先。好啦，第三咧，啲人咪話嗱，以前嗰代咧就係講物質嘅資產嘅，譬如你起樓咁，你會覺得我要增加我 GFA， 我要賺到好盡嘅，知道要咩嘅。但佢唔明白咧，其實文化藝術咧係一個精神資產嚟嘅，佢都係資產嚟嘅，係嘛？嗱，最近好多人都講呢個叫 NFT， 聽過未 ？Non-fungible token 啊嘛，啲 digital assets 啊，哇！咁都可以係嘛？6,900萬美金買一個 digital art asset 喺嗰個互聯網上邊喎，同意嗎？咁其實一樣啫喎，虛擬貨幣。虛擬的資產、精神資產，其實你都可以收藏的喎。咁點樣精神資產你可以收藏呢？其實你而家都在做緊㗎。你買一幅藝術品又好，你去一個博物館去逛，你去旅行嗰陣時候，去一個古蹟去睇，其實你係咪收藏緊你一種 memories 一個記憶？其實你都係收藏緊一個精神嘅一個資產嚟㗎。好啦，當嗰個地方依個精神資產更加品牌化嘅時候，你咪會有 Art Basel 啊，咩 Venice Biennale 啊，都係一種變咗品牌化嘅一種咩雙年展啊，等你其實變咗品牌化嘅一種表達方式咯，係嘛？國際博覽會啊等等。嗱，點解我開頭要講啲基本嘅 concept 出嚟咧？係要明白咩嘅文化藝術，同埋佢嘅價值喺邊度？因為你唔明佢嘅價值，你咪會抗拒佢咯。你會覺得我唔明你依個咩嘢，我唔識你依樣嘢，所以我唔想講，我唔想掂。你呢啲嘢做咧，都係二世祖做嘅嘢嚟，係玩具嚟嘅啫，炒賣嘅啫，其實係冇任何可持續嘅一個價值。但我想今日同你講係，依個係一個好 powerful 嘅一個語言媒介，係令到你有歸屬感，令到你有一個 self identity， 仲有係一個 spiritual 嘅資產，你可以收藏，同埋係一個可持續嘅一個價值嚟嘅。所以咧，當你明白依個之後咧，就係頭先講啦，就係話咩嘅文化創意產業啦，就係你可以將佢變咗一個產業啦。你唔明白嘅時候，你只係會慢慢去投放喺某一啲你覺得想泵佢嘅一啲產業上邊啫嘛。但你唔明白其實過中裏邊佢個力量喺邊度。咁文化產業大家都明啦嚇，咁你可以增加你個國際影響力啦、旅遊啦等等。連哈佛大學教授啊 Joe Nye 都講過啦，即係經濟、軍事、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其實都是一個大的影響力。它變成了什麼？其實是一個 currency， 是一個貨幣，我是跟你一起去交換的。當你不懂去創造這個貨幣的時候，當你一個虛擬貨幣簡單一點地想，我不是跟你交易不到，我不是很蝕底，是吧？所以香港其實是有一點落後了在創造這個文化貨幣的，因為佢 train 唔到啊嘛。嗱，邊個比較犀利啦？荷里活咪勁咯。荷里活佢將美國文化嘅載體嚟嘅啫嘛，佢咪將佢變咗，其實你當係一個 cryptocurrency 一個 token 啫嘛，佢同你佢 trade 嘅啫嘛，係嘛？佢不但咧用電影依個載體咧，去同文化結合啦，帶出咗佢嘅文化價值，然後宣揚出去之外咧，佢啲價值觀啊等等咧，咁依個其實佢咪喺度 trade 緊。但你想想，他幾耐先荷里活？100年，啱嘛？我皇都得68年啫嘛，所以他100年都可以咁做，點解我皇都戲院唔可以做一個載體，係可以變咗一個 token 咧？或者變咗一個不大 special asset， 佢可以一個載體係可以一齊去 trade 咧？嗱，我希望大家明咗呢個部分先，因為我可以講我做咗好多嘢，但係其實最緊要大家基本嘅基礎，大家要明白。點樣去做依樣嘢啦？好啦，亦都係因為咧，唔係咁多人明啦，所以我係比較幸運嘅，因為大家唔係好明點樣去將依個變咗個 token 啊嘛。
嗱，咁我就試下俾你睇下。如果我將皇都我當係一個 token， 一個一級歷史嘅建築，其實我哋應該係會點樣去做？好啦，我俾你播一播個片段啦，皇都。The State Theater is so much more than a cinema. For 68 years, it has been a cultural placemaker in Hong Kong. It has gathered people and brought culture to the masses. It has also witnessed the ups and downs of our city. Although neglected for many years, State Theatre continues to be an architectural marvel. And to this day, its impressive history still creates a sense of pride in the local community. Like the State Theatre, New World is rooted in Hong Kong, and we are humbled by this monumental conservation project.To revitalize it is to respect our past and the old glamour of Hong Kong. To revitalize it is also to bring back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Today,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best teams globally and locally in a project that Hong Kong has never seen before. Today, we are creating a new cultural oasis for Hong Kong, for we are CSV.嗱，皇都戲院咧係好值得去睇嘅。咁我哋咧而家有一個tour 咧，5月17日就完㗎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去睇一睇㗎啦。咁不如講個皇都戲院嗰啲歷史都幾 interesting 嘅。北角有名叫做小上海，70年㗎啦已經。咁而皇都咧，其實喺2017年咧都確認為一級歷史嘅建築嘅。咁皇都戲院點解咁重要呢？其實佢喺1952至1958年咧，係有一位咧俄裔嘅猶太人咧，叫做 Harry Odell 咧，用咗250萬嘅錢咧，去將佢變咗一個叫船公戲院，就係 State Theatre 皇都嘅前身。就喺1952至1958年咧，係請到好多嘅國際嘅唱歌嘅一啲，譬如男高音啊，邦英女王。去作曲嘅一啲音樂人啊，費明儀啊，即係我哋好出名嘅中國人嘅一個唱歌嘅高級女高音啊，都會嚟咗依度去表演喺1952至1958年嘅。咁所以1952至1958年嘅時候咧，佢基本上係因為嗱大會堂1962年啊嘛，1952至1958年咧，佢基本上係中西文化交流嘅結晶嚟嘅喎。啊，依個好緊要喎，你好多人都唔知嘅喎，佢以皇都戲院喺後邊睇戲嘅啫嘛。但係其實喺1950年代嗰陣時咧，除咗小上海喺北角之外咧，佢本身皇都咧係具備咗有依個文獻、依個文化歷史喺度。你都會到時你睇個 tour 咧，都會見得到嘅。嗱，第二咧，皇都上面個飛拱，你望一望咧，其實係好特別嘅喎。因為點解咧？佢係從未有人用一個起橋嘅爪嘅建築去起落去用你一個 commercial building 嗰度。咁點解嗰陣時會咁做咧？喺1952年嗰陣時候咧，頭先都講咗冇文獻嘅，都唔知道其實個建築師係邊個嚟㗎啦。咁但係咧，佢原因係因為佢想佢嗰個皇都戲院咧冇柱，等佢啲音響同埋音樂咧係做得最好嘅。嗱，所以依樣嘢咧，其實係當時咧佢真係抌曬全部身家去做嘅。好啦，1958年啦，佢破產啦，佢經營唔到咯。但係佢真係貢獻咗好多嘅國際級嘅音樂家咧，係嚟依度去表演嘅。去到1959年就易手啦。1959年易手之後咧，就變咗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喺房地產歷史喎。佢將變咗兩個住宅，起多兩個住宅，同個起多個商場，加埋個皇都戲院，佢變咗一個好早嘅 integrated project， 綜合嘅一個發展嘅一個地標。咁所以其實佢做咗好多創舉，同埋咧好多集體回憶，因為好多人咧係70年代、80年代喺度睇過戲。
喺嗰度買個 cassette tape 嚇，佢代表咗好多香港人嘅一啲集體回憶。而喺九十年代咧，佢亦都個大火咧，亦都99年咧，佢經營不善咧，佢就要變咗一個打桌球嘅地方嘅。咁其實你見得到佢由好輝煌到佢好比較上即係式微嘅時候咧，成個68年咧都好似個人嘅一個故事咁樣嘅。嗱，咁我想講一樣嘢俾你聽咧，就係、是我哋其實要保個奇建築咧，傳奇精神咧，其實最主要係為下一代去替做一個文化綠洲啦。佢將好多嘅一啲500至1000件嘅文物啦，同埋咧嗰啲文獻咧，係希望可以咧世世代代咧傳俾你哋。因為點解？去翻頭先講啦，我希望係俾翻一種文化嘅一個 identity， 希望係俾翻一種 self belonging。俾翻香港下一代、下一代嘅一啲年青人嘅，好啦，咁所以咧，依個基石咧好緊要啦，中西文化嘅結晶嘅一個基石啦，同埋咧係我哋係今日同埋下一代香港同埋先輩之間建立嘅一個連接嘅一個樞紐啦，同埋咧人民歷史價值啦，可以代代去相傳嘅，依個其實就係我哋希望去做。嗱，仲有一樣嘢，皇都戲院係電影，香港係有東方荷里活之稱，依度到而家係冇，依個軟實力係未再發揚光大㗎，係嘛？音樂80年代嘅音樂喺皇都係好 hit 嘅，因為偉倫唱片，仲有表演中西文化50年代嘅表演藝術。嗱，就咁呢三，再建築個飛拱，四樣嘢個建築我哋會submit佢 UNESCO， 希望依個會變做一個 UNESCO site 㗎。嗱，咁四樣嘢都係我哋嘅文化嘅一個底韻。嗱，係咪變咗個軟實力嘅？就係睇我哋可唔可以將依個變咗一個語言，可唔可以變咗一個精神嘅一個資產，到時去發揚光大，去同國際去交流啦。嗱，咁依個我哋要拭目以待啦。好啦，咁我哋講講咧，就係好多人都想問啦，就係話其實2008年開始我做所謂的文化零售，到現在其實叫文化直谷了，都不是叫文化零售了，因為文化直谷我已經生了很多品牌了，我有 office 的品牌，有服務式公寓的品牌，都已經不是零售了，已經是直谷方面的了。那Bernard剛才說的商場，你是不是去了 K7 Museum 呢？那我在這裡跟大家去宣傳一下啦。商業和文化又怎樣呢？其實我很幸運的，因為我做 K11 的時候，在2009年做呢第一個商場呢，其實生意很好，我2年後已經 double 了個 sales 的了。所以呢，為什麼我可以繼續做，就是因為很多人都問，你做藝術的怎麼會賺到錢呢？是不是？其實我想告訴你，藝術品是便宜過 你去起 用大理石 起樓的。很多人以為你藝術一定很貴，其實藝術反而呢，其實你看怎麼用它，即是你怎麼買個藝術的，即好的藝術不是一定貴的。第一，第二，你起那些 chandelier 啊，你起一些 用 marble 啊，更貴啊。所以呢，第一個成本方面呢，我先講商業方面先，成本方面呢其實不是想像中那麼貴啦。第二呢，就是說我們呢其實是文化零售呢，我們是基本上幸運的，因為我2009年呢是 double 了個 sales， 所以我繼續可以前進。好了， Museum 都是，我 Museum 是一二月我們是升40%，跟上年的到3月的時候150%已經跟上年了。那你都知道我們3月的時候發生一件事啦，但是都是升150%，一二月的時候升40%跟去年比啊。所以其實商業方面其實沒問題的了，還好過平時，還好過可能我們的一些朋友們去傳統的商業。那為什麼呢？其實我覺得要講一講就是你的群體了，講了這麼多東西之後，其實你的受眾是誰？其實就是千禧一代，90後95後大陸有5億6人，佔佢人口40%，消費貢獻80%。嗱，你記住依個得噶啦。原來我而家 target 嘅 audience 係佔咗80% on consumption， 40% 人口。依個講內地啦，香港都差唔多一樣噶。
我哋全部 K11 嘅載體咧，70% 都係年輕人嚟嘅。所以而佢哋其實係需要咩啊？佢哋真係追求唔係物質咯，佢追求除咗體驗之外咧，佢追求開始追求知識、價值觀同埋精神上邊嘅體驗三樣嘢。嗱，咁如果你咁諗下，我咪對我依個語言咪啱啱 perfect 咯，係嘛？我依個語言咪啱啱 perfect 咯，亦都喺依五年裏邊突然之間轉嘅。嗱，十幾年前嗰啲八零後，即係嗰時廿幾歲八零後咧，都係五波嘅啫。但五六年前咧，依個語言突然之間好 hit 啊，即係好似個個都想學中文咁啊。佢變咗一個精神資產嘅一個語言啊！你唔識依個啊，你落後啦，你都唔認，你都唔識嘢嘅，你都係土豪嚟嘅，你都係物質嘅啫，你都係上一代噶啦，你 out 噶啦。所以突然之間發覺到好多人去學文化啦、學藝術啦、學音樂啦、去彈琴啦，或者咧去學策展啦，你唔會突然之間好多啲人去做啊！依個就原因依樣嘢啦。OK， 咁所以大家要明白咗依個道理先。好啦，之後咧，其實個勇氣大膽係要嘅。十幾年前要將依樣嘢去突破，將個新思維、藝術同埋商業咧，話俾你聽，喂，你有一個 breakthrough， 你個 disruption 要 disrupt 依樣嘢，將佢結合嘅時候咧，其實係個個都覺得你唔知道你做緊乜嘅，係嘛？因為當時嘅社會咧。是很分，即係好有分歧嘅，好啊。咁所以點樣將依之前點樣將依新嘅價值觀放入去咧？其實係中間係一個載體咧。其實有一個小嘅philosophy 嘅哲學嘅。嗱，首先一樣嘢咧，你要諗一樣嘢先。文化藝術同埋商業係咪真係衝突先？嗱，唔好抗拒住先，唔好覺得高高在上先，唔好驚咗先。你係咪覺得衝突先？嗱，其實唔係嘅，因為每一個人頭先都講咗啦，依個語言你與生俱來係識欣賞嘅，你與生俱來係會創造嘅。嗱，點好簡單啫嘛？其實你唔發覺到而家啲人好中意打卡嘅咩？打卡依樣嘢其實都係個美學嚟嘅啫嘛。你想靚嘅嘢啊嘛，你想欣賞美嘅嘢啊嘛。你想欣賞，你想 capture 一個 moment， 你係想去將佢 document 咗一個 moment 嘛？不過我用咗 IG， 或者我用咗 Facebook 去做啫。你想創造緊一啲內容出嚟噶嘛？係嘛？你 IG 如果邊個有去做，即係去打卡啊，或者佢創造一啲相嘅時候，你相都係一個創造嚟噶嘛？係嘛？你去公園休息嘅時候，拎住杯咖啡，咖啡我買咗杯咖啡。然後去欣賞一個雕塑嘅話，都係一個隨心每日嘅生活嚟噶嘛。其實文化藝術，我想講俾你聽，其實係一個生活化，係一個生活嘅。由頭到尾，我想做俾你聽就係話，其實我要普及化，因為 it is part of your life， it's part of your living。你係生活緊喺一個文化藝術嘅地方，你周圍見到個地方，你可能喺個地下裏邊，你覺得依個好靚嘅。因為可能佢有個文化，我俾人黃都嘅地下咧係五幾年嘅磚嚟嘅，你越望越覺得靚嘅，因為係五幾年嘅。其實你行上去啫嘛，所以文化藝術根本就係生活一部分，生活一部分亦都係我去逛街、商場、去住酒店、去飲杯咖啡，我都係我生活一部分啊嘛。如果將依樣嘢作為一條線可以 connect 嘅話咧，你要明白到其實佢無法分割一體兩面嘅。有時你有冇試過你攞住杯咖啡喺公園行，欣賞一下個天空啊，欣賞啲樹啊，你覺得好靚，這個世界真係好美好。我覺得依樹飄嚟，啲風吹嘅時候嗰種感覺，我覺得好浪漫啊，好隨心啊。其實一種美，這個都係藝術嚟㗎，係嘛？咁當你明白依個時候咧，我哋就加埋我哋受眾，亦都係接受依樣嘢，依個語言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可以真係融合啦。尤其依五年六年裏邊咧，我哋見得到咧係真係可以融合，由文化零售開始啦，到商業啦等等嘅。好啦，咁我跳到咧，我想講咧就係 K11 啦 ，K11 咧基本上咧，因為即係講真都幾成功下嘅。咁而家我哋14個項目啦，未來咧我哋就會開多24個，變咗38個喺成個大灣區啊，喺
長三角啊，到到我哋內地香港，我哋都會開多夜四個噶啦，就38個。咁仲有咩咧？就會有唔係淨文化零售喎，文化 office 啦，文化服務式公寓啦，文化店啦等等咧。基本上咧，依個品牌咧係會變咗一個文化藝術人文嘅一個品牌。咁而家其實都係做得好，咁亦都因為頭先我講啦，喺個生意上面亦都係成功，喺商業上面都係成功嘅。好啦，文化零售我哋而家去到文化直高啦喎，文化直高有少少四點我想講嘅，依個係個生態圈嚟㗎啦。我哋由一個所謂嘅文化零售之後咧，我哋演變咗一個 ecosystem。This ecosystem 係你去到邊我都會包住你㗎啦。咁嗱，第一個就係 Victoria Dockside， 大家都明白㗎啦，有我嘅 Rosewood 啦。Case artist 咧 ，atelier 啦 ，case 咧 ，museum 啦，其實全部都係息息相關嘅。入邊你見到嘅嘢咧嘅策展啊，嘅靈感元素啊，藝術家、設計師啊、建築師間嘅互動啊，都係好 seamless 嘅，都係好緊扣嘅。好啦，四個層次我想講啊 ，sorry。第一個層次，正常就講就話文化藝術品嘅陳列同埋展覽啦，我哋好多展覽去做啦，呢個第一個層次，亦都好早嘅層次就係2008年做嗰陣時候嘅。好啦，第二個層次開始講咧，就係話建築空間嘅藝術化啦。嗱，依個唔同喎，點樣將你個建築係藝術化？依個咧係第二個層次，我哋個團隊係要識點樣去諗嘅。第三個層次啦，就係搭一個新嘅平台去孵化不同文化藝術設計嘅人才。第四就係傳遞翻依個語言裏邊最重要嘅精神、人文、歷史同埋知識。依四大點就變咗一個文化嘅植谷，去孵化未來傳承新嘅文化嘅一個價值嘅。OK， 嗱，如果四個都做得好嘅話咧，其實你會做得好好噶喺依個所謂嘅藝文雙社。第一頭先講啦，你去到 Case Museum 又好 ，Case 你都會有個 Case Art Cultural Centre， 你見到好多藝術品啊，好多展覽嘅。好啦，第二。建築嘅空間藝術化，我用咗10年咧，係將成個 Victoria Dockside 有100個建築師咧，同埋設計師咧喺入邊挑出嚟嘅。咁點樣佢個空間裏邊做咧？其實今日就要下一次講嘅，如果有機會啊，因為依個咧係即係血汗嚟嘅嚇。咁同埋10年嘅進化結果，即係離唔開第一次就已經定咗嗰100個點樣做，你慢慢去進化出嚟嘅。咁依個係一個除咗能耐之外咧，同埋你有一個。好強嘅一個方向感喺你想拆展成個空間感點樣去做嘅。好，第三啦，就係創意平台啦，孵化平台啦。咁平台方面咧，我想講幾個嘅。第一個，我哋有 Case Art Foundation， 依個係方法孵化中國當代嘅藝術家、拆展人同埋佢 groom audience， 即係佢將文化普及俾我哋嘅受眾嘅。第二，3年前啦。我哋就 set up 咗叫做喺個非牟利嘅基金會，叫做Case Art工藝文化基金會，去傳承咩咧？傳承中國失傳咗嘅工藝嘅文化同埋寶藏嘅。好，咁我哋其實咧會有六大工藝研究嘅：廣彩、灰塑、白寶函、裸蝶、木結構、寧波木建構等等嘅，都會去做嘅。嗱，咁我想俾條片你睇嘅，依條片咧就係話我點樣將依個所謂嘅精神資產。依個語言，佢全球化，去同人去溝通啦。Our social mission here is to build a Silicon Valley of culture to enrich consumers' daily lives through the power of innovation, culture, and also creativity.The idea of Museo is to bring the best in clas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most innovative retail, curate it in one place. 我哋設計咗好多唔同嘅 pavilions 同 features， 咁再配合咗一啲新科技同埋 craftsmanship， 希望可以俾到唔同嘅體驗大家。The new Hong Kong waterfront with K11 大道咧係用咗 James Corner 咧係紐約 High Line 個設計師做噶。好啦，嗱，依個我想講啦，就係我哋點樣用白寶函去同 Dior 嗰邊傾嘅。不如下一個俾佢睇，下一個，因為時間問題。
我想講一個，嗱，依個八寶盒啊，北京又失傳咗嘅一個工藝嚟嘅。嗱，依個係我從點樣將依個語言同埋個精神資產咧？So this kind of signifies modernism, yet using savoir-faire techniques. It's fantastic to talk about craftsmanship and feel that we are connected about beauty in a globalized world. 好啦，嗱，頭先呢段係咩咧？我將個八寶盒同緊 Dior 佢哋工藝師傅咧，係兩個係對話緊嘅，做咗一個咧全球化嘅對話嘅。咁我就拎住我嘅八寶盒，一個清朝嘅一個 technique， 佢就拎住佢嘅 technique， 法國一個 technique 點樣去做佢嗰、那個佢個工藝啦。我哋就係咁猜波咁樣打，好似打乒乓球咁樣。咁呢個語言頭先講咗啊，啱啱開始講呢、這個語言就係變咗一個全球化嘅語言咯，係嘛？咁呢個就係其實做咗啦。好啦，咁仲有一個平台叫 Culture for Tomorrow 啦，呢個主要就係保育啦、活化傳統啦，同埋公共嘅一啲project 嘅，咁呢個就皇都咧就用呢個非牟利嘅基金會去做嘅。好，知識方面咧，我哋做好多叫 case 啊 ，culture academy 啦，就好多工作坊啊、藝術文化嘅坊啊等等咧，佢傳遞依樣嘢，咁呢個知識上面嘅累積嘅。好啦，咁啊，好啦，咁去到最尾啦，我諗去到商社啦，社會方面咧，我哋提倡嘢咧叫社會嘅視覺，叫 creating share value。就係創造共享嘅價值嘅，咁點樣做咧？即係基本上我哋頭先講咗咁多嘅所謂嘅藝文啦，咁商社啦，社方面咧，其實我哋係同佢共享嘅，叫 creating share value， 我哋叫 CSV 啦。咁我哋優良嘅企業嘅價值咧，通過創新嘅手段咧，係令到佢同佢共享共贏，然後佢希望同一個時間同佢成長，同埋佢推動嘅社會嘅進步嘅。咁譬如皇都咁啦，除咗保育之外咧，其實我係實踐咗文化藝術呢個層面嘅一個理念。咁亦都希望咧，結合咗社會，好多人可以參與依樣嘢咧，去保育，唔係淨我去保，而大家一齊去保。所以點解要做咗依個 heritage exhibition 就係咁嘅原因啦。咁亦都咧，文化藝術商業社會咧，四個範疇咧係變咗一個良性嘅互動嘅一個循環啦。咁所以咧，同我嚟講咧，我一個企業嘅角度嚟講咧，我只係一個策展人。我係將唔同嘅藝文商社咧，基本上咧去對話啦，同埋共贏，咁希望咧可以帶到大家一個共鳴嘅啫。多謝各位，好多謝鄭生精彩嘅分享，請先回座。咁鄭生嘅分享令我哋感受到佢對保育傳承同埋開拓創新嘅一啲追求同埋遠景，尤其係佢對人民精神嘅傳遞呢種遠景。亦都令我哋對藝文商社嘅互相融合有咗更深嘅認識。依家我哋即將開始座談環節，呢個環節除咗有鄭志剛先生、陳志思先生，仲有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負責跨學科研究嘅潘明倫教授一齊參與嘅。咁三位嘉賓會繼續探討文化藝術同埋商業社區之間嘅關係。藝術結合商業呢種模式，究竟可以點樣達到可持續發展呢？座談環節將會由基金會嘅高級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黃元山先生擔任主持。喺論壇嘅最後，我哋仲會有問答嘅環節。咁我哋好歡迎各位傳媒嘅朋友同埋網上觀眾將你哋嘅問題傳俾我哋。咁各位嘉賓就會即場回應㗎啦。好，事不宜遲。依家我先將時間交俾 Steven。多謝曬鄭先生你頭先嘅分享，我諗我 share 好多人嘅感覺都係即係好震撼。多謝鄭生為咗香港嗰個創意文化裏邊咧係能夠去做咗咁多嘢。咁或者我將時間咧交俾台上其他兩位 panelist， 頭先都介紹咗潘教授啦，同埋 Bernard 啦，我俾你哋頭先回應一下先。我亦都即係趁住機會咧，我哋在座有啲我哋叫做 OHKF 嘅 fraternities 啦，咁我哋親身嚟到，我哋自然咧就即係有優惠嘅，就俾佢哋問，亦都咧即係等佢哋參與咧呢個討論多少少問啲問題。之後咧，我亦都會開放俾網上嘅朋友啦，同埋傳媒朋友咧去問問題。咁事不宜遲，我請阿Professor Pan 睇下你有冇啲諗法同埋一啲嘅 comment。好多謝。
好 inspiring 嘅，睇到即係嗰個嘅文化藝術同埋嗰個社會同埋商業嗰個結合。咁我自己嘅工作，我係一個藝術家啦，我係一個演奏家，我係一個指揮家。我自己大學嘅研究工作，我係負責跨學科嘅研究。所以咧，我好睇到呢種嘅跨文化、跨學科、跨媒體嘅一種合作嘅重要性。咁樣咧就你講得好啱，就係嗰個嘅。藝術是文化和一種語言，其實個個都有權利 去創作或者去用這個語言去 做溝通。問題就是我們怎樣將這個語言呢去放大它，怎樣是在不會固步自封。譬如說我們很容易，我做舞台的我只是做舞台的事，我做音樂的我只是做音樂的事，我做這個畫畫的我只是關心我畫畫的事。當我有一天這個語言要真的打通的時候，這些的對話是真的需要找到一個共同的語言來到。我覺得這個香港現在又是很幸運，我們真的是近年來看到有一個這樣的現象，就是說生活的品味對這個文化的要求和那個quality of life， 就是已經有一種新的向往和一種要求。我覺得這個是我覺得是各方面的一起的努力做出來的。我們Adrian 是營造了一種的凝聚力的，在這個文化保育和這個軟實力方面。就我覺得這個嘅，我記得我有一次咧帶朋友去 K11，咁啊一個澳洲的朋友，佢入到去過了一陣間，佢就話 listen to the music， 佢話一定這個 playlist 一定有人 curate 過嘅，依、這個唔係隨便將啲 random 嘅音樂當背景音樂咁，入到去已經係一種文化嘅一種嘅傳遞，係有心擺落去做嘅。咁我覺得咧。在很多方面，我們如果這個是可以更加擴闊的，在我們整個的香港社會裡頭，甚至東南亞整去到全世界，我們都應該有一個領導的角色的時候，我覺得那個影響力是更大的。鄭先生是否真的叫這個呢？那些 music list 是否真的你精心挑選？是啊，是啊。Professor Poon 是真的搞 music 的嘛。是啊。香味都是的，個香味都是，香味都是。係啊，我有啲人投訴啲香味太重。OK， 呢個係你自己親身去揀嘅。個playlist 係嘅， okay. 音樂個香味都係嘅。其實我有個即係 follow up 問題喎，呢樣嘢其實有啲人即係你點樣去頭先你講 involve 咗成百個 architects 啦，一方面諗開藝術，有人就話究竟係一個。即係我啦，我究竟係一個 elite 精英嘅嘢啊，定學你話齋係一個語言係平民嘅嘢？又點樣係頭先你講咧，佢唔係貴，但係又未必係平啦。咁啊，但係即係我哋點樣能夠令到社會參與呢個藝術呢件事咧？因為譬如頭先你講咯，即係一個缺你拆剪成個魔嘅話係即係你話曬事噶嘛，都係咁你點樣能夠去融入多啲社會大眾嚇，或者佢哋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人對藝術有不同的品味，你怎樣能夠將它化落你嗰個成個嗰個藝術植谷裏邊咧？我諗頭先幾個平台啦，咁譬如我哋嘅工藝嗰度咧，其實首先我哋去支持佢先，因為我哋要保育啊嘛，保住佢啲工藝師咧，保第一即係佢可以繼續可以傳承嗰個工藝出嚟啦。咁個基金會咧，其實係要即係佢支持當代中國藝術家同埋策展人㗎嘛，咁啊俾多啲機會佢哋去做展覽啦。但係有啲嘢咧，其實我哋有啲公共嘅 public projects 係擺公共嘅地方可以俾你去參與。而家你有冇見過有啲人咧可以有成1000個人去作曲㗎？喺網上可以真係作曲嘅。咁其實當你用互聯網，你其實係打開咗好大一個平台咧，大家一齊可以作曲。你係咪有個有啲作曲家咧，咪一齊？同譬如1000、10000個人，每人講一個唱一個音，咪大家可以一起去做一個好似 a cappella 咁樣。咁其實越嚟越多我哋叫 public participation 嘅 project 咧，係可以上去咯。第三咧就係我哋傳承嘅知識啊嘛。第四個層次係知識，知識方面咧其實有 classes 啦，有好多嘅啲講座啦，大家都可以去參與咯。你話要揀去做設計師，可能真係八個。咁但係佢學習。
去貢獻咧，或者黃都俾個例子你啊，我哋個口述歷史咧揾咗成幾廿個人嘅街坊咧，係逐個逐個去訪問，變咗一個文獻噶。佢係參與咗個保育嘅。嗯。我聽佢哋嘅聲音嘅，唔係我哋覺得要點樣去補嘅。嗯，點解用兩年時間要佢做 conservation studies 咧？就因為逐個逐個要理順曬佢個口述咯，個歷史，同埋佢要貢獻翻，佢可唔可以借佢嘅文獻俾我？譬如佢以前有黃都嘅戲票，我哋都希望借嚟，擺喺我哋個 archive 嗰度嘅。咁所以其實每一個人都係貢獻緊，係一個 public 嘅 project 嚟㗎。就不是話我是淨一個策展人，我覺得你好，我就俾你咯。嗯，咁呢樣嘢其實兩邊都應該要做，一個是一個策展人形式，一個是 bottom up 的形式去做。嗯 ，Bernard 咧，你有冇 comment 先？頭先咧就聽咗啊鄭生 agent 咧就講咗有冇三十分鐘、四十分鐘？嗱，我自己的感受咧即係證實咗咧，就係、是、你完全咧 agent 咧。你係完全唔係淨係喺上邊講嘅，你真係做嘅。因為咧，頭先嗰三四十分鐘嘅討論當中咧，即係你用嗰啲詞彙啊，去點樣同大家分享，哇！完全係表達到你係真係對件事係認識嘅。因為而家我知道我成日都聽好多人講嘢啊，有啲講咧就即係類似好類似好似我咁樣就講即係我啦，即係就係講嘅。嗱，依個就誒頭先阿鄭生講嗰啲叫做嘢嘅人嚟嘅，因為你先喺成個過程當中先理解到好多啲問題。咁啊，即係所以我聽你講時候咧，我自己有個感受嘅，因為當中你頭先啱啱想幾秒十一分鐘前你講到話，依個即係你喺個譬如就算活化當中，你點樣可以有依個成個迴響嗰個大家？社會點樣可以係參與過程啊 ？engagement 啊，到呢啲你係要做過你先知道嘅。如果唔係你唔知道嘅，所以我非頭先即係非常之欣賞，即係你同我哋大家一齊分享。嗱，我想問嘅問題就想即係可唔可以問問題？可以嘅，問問題啊。第一就係、是、可唔可以問多個問題啊？一連串問幾個問題都唔緊要，你問我寫低。第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咁啊，非常之感謝。有你去帶動我哋商界，去行出呢、這個，亦都最重要。頭先你自己講咗啦，就係、是、你見到效果啊！即係頭先你講話，我聽你講啦，你喺原來 K 十一個成功嗰度賺一次，咁啊，繼續你都有股東要交代嘅，係咪啊？咁即係你變咗俾人睇到話，喂係得嘅喎，唔係一個純粹係即係呢個做唔係蝕錢嘅嘢，係賺到錢。咁有你咁成功，你估可唔可以帶動其他香港嘅商界？都跟呢個潮向，可唔可以帶動咗個角色？因為你唔可能要你頭先講個直谷，唔係對唔住啊，唔係得你一個直谷㗎，應該要成個香港變成一個直谷得唔得咧？咁個生態圈要打到香港啊，冇錯啦，成個大灣區呢個可唔可以做到咧？你覺得有冇機會？同埋由你帶動之後，可唔可以有機會？因為第一個問題，第二就好貪心問多幾個，即係我見到頭先你介紹緊就係個 scale up 個 issue 點樣去一個。我睇先，頭先見到你話由香港打到去內地，將來有38個點係嘛？係啊，嗱，依個又好緊要啦。即係頭先喺你之前講話，我哋曾幾何時，我哋香港啊，即係喺依個文化上有個品牌嘅啊。嗯。啊，當其實可能人哋啲冇啊，我哋有啦。咁的確個又要承認咧，過去呢段時間，其實我哋嗰個香港品牌的確有少少又啊低落咗。依個係咪有個機遇俾我哋香港透過你去帶動，又將我哋唔好淨喺香港直谷，我哋嘅直谷點樣可以？頭先就話38，亦都係啦。香港其他人都可唔可以一齊咧？透過由你去帶動之下咧，我哋將個品牌亦都去令到人哋去重新認識我哋香港依個軟實力咧。呢個第二個問題。第三啊，我頭先我講啊，由香港啊講到啊，我哋大中華，仲貪心啲，第三個啦。就你知而家全球都角力緊，都好多情形咧，好多情況上咧，其實我哋意識形態上咧，其實都好難。最少我覺得喺我嘅 lifetime 咧，都未必見到大家可以揾到一個大家都會認同嘅喺意識形態。但係如果喺軟實力方面咧，嗱，即係頭先你講到係個議員啊嘛，議員。
language 語言 language。 剛才我聽你說的 language， 我覺得是很 powerful 的，你剛才說這個說話。因為如果這個語言能夠是去將我們不同國家之間，我們在意識形態上我們不是agree到的，是不是可以將這個差異去收窄呢？因為剛才你說一開始說話language， 我們香港不同人都可以接受到的，其實不應該就是香港，全球都是，是不是？那我想看看這個我們有沒有機會，即是在十四五計劃當中，經常說一些小小政治，十四五計劃當中中央是要求我們做到這個角色的嘛，由你去說寫在這裡很簡單，政府都說好啊，我們好啊，但是誰去做啊？誰actually去deliver？可不可以由你去帶動我們，由你帶我們走向這條路呢？帶我全部人看著你，全部人看著你，非常之榮幸，突然間帶到一個很大的帽子。我就是一個星斗小市民，你說笑是嗎？一個綿薄綿薄之力，小小的綿薄之力而已。但是呢，其實剛才說回，不如我們講一個基本，其實香港的問題在個軟實力方面，剛才都講了，它沒有 documentation， 沒有記錄，而且它不承認是因為沒有人去說哪幾個東西是你的軟實力的嘛。這個才是個問題嘛。個問題是說，首先你有記錄先，你有些文獻，你有個 exhibition， 你有個 value 在這裡，你每樣東西都有 有個價值的嘛。個價值是看它整個歷史的嘛。Okay。 剛才我 identify 了幾樣東西，香港是很有優勢的電影，但是電影這件事怎麼可以做到一個 IP， 怎麼可以做到一個軟實力呢？你真的要去回50年前，由或者幾十年前，由即戰爭之後，你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邵氏啊等等，你要有一個文獻和將它品牌化了它，你才可以 tokenize 它，你變成一個 IP， 如果這樣容易明白的話。但是你沒有人去將它 focus 了on 這件事，這是第一。音樂的80年代音樂很厲害的，香港最厲害是80，你有梅艷芳，有林憶蓮，有張國榮，是最鼎盛，為什麼不將這個東西去放大呢？這個東西都是你的軟實力來的，你不如將一個很簡單，我們白癡一點想，你可以做一個80年代的品牌的餐廳又得，你乜乜得嘅，乜得嘅，你將呢個去將佢去變到軟實力，呢啲嘢都可以推出去，去玩都可以玩得好 modernize 嘅件事噶嘛。咁所以點解黃都係會變一個軟實力咧？係我希望可以變一個軟實力咧，係我都要兩年時間去探探，去 study， 佢每樣嘢，我覺得作下作到啲嘢出嚟噶啦。佢五十年代嗰啲磚啊，係靚到不得了。沒有人會懂欣賞的，因為正常人是不會懂欣賞，覺得這個是，但如果將我拔了出來，我告訴你這個五十年代的磚，當年的人是這樣生活的，你的故事性強了，你就變成開始會融入了他這個生活了，是不是？你這樣想，因為你要懂說故事出來，告訴你那個文獻是什麼，那個故事，你平時你去看任何的展覽都好，外國的東西，他講的故事講得你很對，這是第一個 part 去定。第二個 part 就是始終有不同的代，我們有我們的先輩前輩，到我們這一代，到我再後生的一代，你要三代都要 buy in。 因為如果你三代不 buy in 的話，你用不到個資源。你商界裏面，我不講得很白，但是大家明白，不是說各個某一代都可以拿到很多資源，是嗎？你想做，但你都沒有資源去做，因為可能你的前你的高過你輩份的人不給你又好，有可能的嘛，或者他不明白，不要搞了，賺錢啦，不要搞那麼多事啦，我不明白你說什麼啊，是嗎？我爸爸都不明白我畫什麼畫的。我是啊，即我阿爺去到即去我做 case 了幾年之後呢，他都不明白我做什麼的，他問你其實你做什麼呢？那我就說你不要看這件事了，我給你一盤數，你這盤數你看到了是吧？那他就說黑色的，繼續黑色的，黑色的，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繼續吧，你繼續。那他就說那你繼續吧。即是我意思就是說
唔係唔同嘅代會有唔同咯。即係頭先我都講咗，我哋嘅受眾由八零後已經變到九五後、二千後啦，係嘛？咁、那個一轉面嘅時候，你啲個資源都要共享到嘛。嗱、我覺得其實我一代嘅人其實個個都想做嘅。但我亦都知道我呢代人唔係個個都有資源可以去做。明白。OK， 嗱，咁去到我想講一個例子俾你聽嘅，點解韓國嘅軟實力咁強？嗯，係啦，嗱，韓國軟實力好犀利，點解咧？2009年咧，韓國嘅政府係要話我韓國首爾要做 the design capital of the world。佢當年2009年係贏咗嘅。嗱，佢背後點樣做咧？佢係俾稅務嘅優惠，如果你去買韓國藝術家嘅雕塑擺喺展覽嘅，即係擺喺出邊嘅，個個商業唔中意藝術都好，都去買過。嗱，當你咁樣做嘅時候，你係支持緊個產業嘅，咁你咪好多韓國藝術家出現咯。咁當年真係好多嘅，而當時嘅韓國藝術家，而家有3、5、6個咧，已經去緊全世界、全球嘅博物館，已經變咗全球嘅藝術家嚟㗎啦。嗯，係嘛？其實佢一咁一招已經搞掂㗎啦，因為佢定咗個deal，佢就用啲incentive令到你，我要做design capital of the world，我就咁樣做咧，全世界就開始買緊，即係韓國就買翻自己嘅藝術家啦、設計師啦，就係咁用啦，咪生咗好多室內設計師啊、咩藝術家啊，一大笪，佢就可以全部減免税制嘅。依個第一，第二，政府係大力講依句，我要做design capital of the world。佢做一個 commitment and a pledge to do that。嗱，依個好 powerful， 因為當係政府講話我要咁樣做，我點樣去推依件事咧？佢話好，依個就可以出嚟啦。好啦，設施方面都好多啦，譬如我哋而家有 M Plus 啦，佢哋嗰陣時已經起咗好多嘅嗰啲美術館啦，去做。第四咧，佢哋係有一個叫做藝術家村咁樣嘅補貼佢咧，就喺依個村入邊咧，你啲藝術家咧就可以唔知免乜就可以咧去生活咧，就係咁創作嘅。嗱，你睇下喎，阿 Bernard， 當佢做咗依樣嘢之後咧，你搞到全部年青人咧都好振奮咧，個個都去做創意啦。然後你知唔知道佢嗰個軟實力係去 spill over 去到延伸到咩啊？而家嘅咩電視劇咯，音樂咯。你睇下，當佢嗰陣時2009年十零年啦，今年依幾年，韓國喺奧斯卡電影今啱啱贏咗 Best Supporting， 韓國幫喎，韓國贏曬喎。其實佢十幾年已經係做緊依樣嘢㗎啦。咁所以我覺得依樣嘢其實除咗即係我哋商界要去做之外咧，其實要個持份者都一齊做，而韓國係一個好嘅 example。鄭生答咗佢第一題，佢將個波拋俾你， I know， 就係政府嘅問題啦。咁我就話我想請教，我呢個要跟進，因為我哋話曬都做呢個政策研究啊嘛。政府係佢話講，咁香港政府有講嘅，咁你都有係嘛？咁但係佢個 tax 嗰啲你有冇提過咧？本來咧我就想踢翻俾鄭生去帶動我哋，因為點解咁講咧？唔係講笑，係其實香港政府依個唔係我哋強項。係咪啊？我哋邊個唔係強講唔係強項定係做唔係強項？係自己去做嘅。嗱，好多時候我哋同新加坡比喎，新加坡又咁樣咁，點解做唔到咧？因為佢哋可以去 pick winner， 我哋係唔敢去 pick winner， 因係會俾人批判。其實我哋前兩個特首嗰時都話有六大產業㗎。我唔記得文化唔係一個啦，嗰時佢都咁最大做噶，係一個講咗㗎啦，依頭講咪即係死咗咯，俾人批判到佢，係咪啊？佢話你都係最後都係地產項目啫，講嚟講去，但所以點解話你咁重要咧？要 prove 俾人睇，地產項目 OK 喎，不過文化都有，亦都帶到成個 ecosystem 標緊嘛。如果出嚟效果淨係一個包裝咗嘅地產項目，咁你就死啦，係咪啊？咁但係我哋一定有咁嘅 example。如果唔係，你叫政府行出嚟，第一，你點解 pick winner 先？點解話依個得？頭先你話支持藝術家，我相信一定有人批評喎。點解？我唔好講藝術家啦。譬如咁，而家我哋講緊嗰啲嘅創業家，政府去投啲創業家，講笑咩？因為可能10個之中有8個唔成功嘅，2個成功，但一般就已經係咁嘅啦。OK， 但你諗下。個社會有評論啊，傳媒就會批評。如果8個，點解你投嘥咗個納税人嘅錢？係。咁所以香港入邊咧，即係嗱，當然依個係種種原因啦。咁啊，所以叫政府去帶頭咧就好難嘅。但係如果你有啲三步做得好咧，帶動到咧啊，咁啊政府大條道理啦。
有成功例子點樣做，有模式，有成功佢放心。但你叫佢第一個行出嚟做咧，哎，我諗啊真係幾難。即係政府就錦上添花，就難雪中送炭啲啦，係咪？即係我冇講過你。我俾翻啊，俾翻繼續講。我繼續。第二、第三題。咁嗱，咁我想第二題就係 scale up 嗰個大中華，即係香港啦。但係我見你喺內地啦，咁呢個可唔可以幫即係我哋要重建翻我哋香港嘅品牌喺我哋成個中國入邊？第三個就是海外啊。係嗱，咁我覺得你做咗基本功先，我哋自己都唔知道究竟我哋個軟實力喺邊嘅時候，大家都唔去諗下究竟咩事，邊兩三範要做先啦。依個第一，依個其實你要自身做咗先嘅。如果唔係咧，亂咁推咧，譬如我見內地好多時候咩，即係茶餐廳又話香港文化，咁然後整到好奇奇怪怪嘅，然後又唔知甜品又變咗香港甜品，我甜品糖水香港文化，但係軟實力糖水軟實力，我心諗，我即係我可能我未夠即係未夠班明白啦。但係咁我都覺得你其實可以仲多啲嘢，使乜要依樣嘢飲食定文化，飲食一個文化。但係都要多元化去做，所以而家係有少少散，所以香港一定要自己做翻㗎啦。我俾個例子咧，其實香港唔應該係大鍋飯地區，全部每一個人都要都即係去即係佢哋驚啊，所以佢將啲嘢咧係打散曬，其實冇樣嘢係精嘅。嗯，其實你諗下，如果你到香港咁，你有冇你諗得出邊個？你外國人佢諗香港人？設計師嚟講，如果你問一個美國嘅、歐洲嘅、亞洲嘅，佢話香港設計師，你 name one person 邊個？香港藝術家邊個？音樂家除咗你之外，又邊個啊？你係咪嗱？你問同埋就點為之算軟實力？係咪軟實力？根本都冇 poster boys， 冇poster boys 我哋叫。冇 grassroots heroes and poster boys， 咁你冇依樣嘢嘅時候，你都唔記得你香港就係一個貿易嘅啫，快係學完落完就走啦，咁係一個平台嘅咯喎，就唔係內容咯喎。係，嗱咁你依樣嘢，如果用咁樣去 measure 你個做得好唔好嘅時候，不如你自己搞翻自己先啦。你問內地都係㗎，你問下佢哋香港有邊個好出名嘅設計師咧？冇㗎嘛。嗱，你話法國你講得大扎，英國你講啦，美國都講得大扎。嗯。同意嗎？但係你記住，外國或者內地都好，香港邊個出名嘅電影嘅男演員、女演員、明星，佢講到俾你聽過。嗯。外國都講到俾你聽過。嗯。啱啱先？嗯。咁即係代表咗依個係得啦，即係依樣嘢其實應該要再放大啦。好，咁啊，鄭生，我哋就我想問，可唔可以問嗰個國際都係咁樣㗎？就其實國際一樣嘅就係你冇自己自身咧，你國際個語言溝通唔到嘅。OK， 因為你個語言自己而家係未成型嘅。嗯，明白。即係個溝嗰個語言，你未可以去衡量到呢樣嘢。嗱，就而家網上面都有啲媒體同埋有啲朋友都問咗問題。嗱，咁我但係我剔嗰啲問題之前，我想在座，因為大家難得嚟到係嘛，咁都想大家參與下呢個討論。William 啊，俾個嚇，你想唔想攞個麥俾我哋在場嘅嘉賓先至，等網上嘅朋友都可以聽到。跟住阿 Kenneth 下一個，咁而家個麥咧就係下邊嚟緊啦，可能要快兩步啦，唔該你啊，William。好，咁啊，多謝 Adrian 嘅分享啦。除咗因為即係好佩服你嘅魄力之外咧，咁其實亦都係我同我女而家兩歲啦，每個禮拜日都會去 Kiss Museum 啊，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啦。咁當然佢仲未行完啦，咁我。係啊，即係回憶係因為係啊，回憶因為係我諗呢個好重要，就係我諗係個精神資產。我諗今天我開始關心即係我下一代啦，其實佢點樣喺香港呢個地方繼續去揾到更加多嘅地方，因為我冇得走出去啦。即係你係喺香港係都係真係好缺乏一啲嘅地方，去真係俾佢哋去跟喺個藝術嗰方面咧，去真係更加多嘅即係 exposure 啦。尤其是即係我諗我睇到就係話我自己做青少年教育，我會覺得其實今天嘅藝術係真係幫到好多青年人嘅。即係例如我尋日去一間屯門嘅學校，聽到個校長講話，我啲同學仔英文唔叻，但係好識去用做手工，喺呢部分去揾到自己嘅自信心，去揾到自己原來係有能力去做到啲嘢。咁但係我會回望翻，其實講緊藝術教育，即係頭先嘅嗰個工作嗰部分咧，其實由西九開始咧，其實我講咗好耐點樣去培育我哋下一代喺藝術嗰方面嘅能耐。但係好可惜嘅就係、是，今天依然都係講緊比賽。即係我諗，教授喺度啦，即係講音樂嘅時候就係擁啲同學去比賽。
但我會問一個好簡單問題，點樣同學可唔可以用音樂去幫助身邊嘅同學，即係令佢活得更開心？咁例如我女學琴咁樣啦，即係咪學琴？係我身邊朋友話你一定要好早兩歲要學琴啦。我話點解要去用手指去彈琴呢？我好幸運認得個日本嘅老師，就教佢欣賞音樂。我睇到我女佢中意音樂，佢中意聽，因為呢個就係一個語言，對佢嚟講係好開心，唔係去 stretch 佢隻手去彈一首歌。咁我想問，即係 Adrian， 即係我知道你喺教育嗰部分，即係你由幼稚園開始有多投入啦。喺藝術呢部分嘅教育方面，你嚟未來你覺得有啲咩係應該要再做多啲？有啲咩係過去我哋做一啲嘢，其實都係唔 work 嘅，其實應該要再諗一諗咧。係啊，又或者我哋俾埋阿 Kenneth 問埋先啦，係啊。好啊，我都係 agent 啦，其實都睇到成個 project 真係落手落腳，而家可以落到地，呢、這個亦都係好好 sharing。但我想都問一問 Bernard。頭先你哋睇啦，如果政府出嚟帶頭咧，就好難噶啦。Adrian 可唔可以做咧？咁但係唔係喎？咁亦都講翻少少 policy 十四五規劃裏邊香港有個新定位喎，中華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咁呢個係香港未來一個藍圖嘅定位。咁好似難喎，但係都政府都要帶頭去做啦。咁如果有咁嘅任務，其實我睇緊好多頭先 Adrian 講嘅。Silicon Valley 其實很多的培養啊、傳承啊，其實真係要一個更 comprehensive 嘅 policy， 長遠嘅 policy。頭先講咗，而家我哋嘅社會年輕人個 DNA 唔同咗，個 language 唔同咗。其實我哋嘅文化政策唔可以話冇，但係其實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累積落嚟，係咪時候睇一睇而家 new language 底下係咪真係要個新方向咧？是不是只是資助呢？不是只是以一個support 文化，因為它是賺不到錢的，所以民政要support。但是電影，電影是商業的，不是資助了，你商業你自己搞了，政府不管。剛才提到韓國，其實韓國真的有很多例子，譬如電影這樣，它有個rule，是30%的時間要播放，給機會本土電影是上到電影院的。咁呢個造就咗好多呢啲咁嘅 talent 出嚟，咁後話就大家睇到啦。咁呢啲係要政府行先，呢個唔可以商界自己定。而家電影香港80%到80.5%都係荷里活電影，咁本地嘅電影係上唔到畫嘅。咁呢啲係可能要從 policy 嗰邊投。嗱，呢個好多 example， 咁但係都想拋翻出嚟。我覺得新定位一定要新方向。咁啊，兩條問題，一條就係教育就俾阿鄭生，跟住政府嗰個政策就俾阿 Bernard 答啦。咁呢條問題咧，亦都係同經濟日報嗰條問題咧係一樣嘅。咁經濟日報條問題咧就話香港不時被批評為文化沙漠啦。請問鄭生同陳生，如果讓外界廣觀將香港形象由文化沙漠變為文化綠洲？在世界脫穎而出，而家最大的困難係乜嘢咧？喺而家香港政治社會環境點樣限制緊文化藝術方面？咁最後咧就係政府可以喺呢方面點樣支援同埋改善呢個經濟日報嗰個問題？或者我俾阿鄭生同埋阿 Bernard 整體回答。我講教育方面先啦。咁我哋周大福教育個公司咧，我係CEO 嚟嘅。咁我哋其實未來有兩個方向嘅。OK，drama 表演藝術。表演藝術咧，我哋係會大力去推嘅，因為發覺到咧，其實咧表演藝術係未來一個大嘅一個趨勢。嗱，我唔好講藝術文化、人文呢啲，其實都好虛，即係叫自拗做虛啦。我講比較 specific， 表演藝術我哋一定要推大。我未來喺番禺會開一間學校嘅，一間國際學校嘅。咁嗰度咧，我哋會基本上起一個好大嘅drama 嘅，同埋嘅 concert hall， 兩個都做。music 加 drama 兩個我哋會狂推嘅，所以喺嗰度咧，我其實教育方面已經係做緊啦。同時間唔係淨係 music 同 drama， 我哋會做一個 robotic centre 做埋 tech， 咁即係我會將你左腦、右腦兩邊咧去刺激，然後將佢連去跨。我覺得我哋嘅公司係覺得，即係多大福教啦，未來係 tech 同埋文兩個係 combine 嘅。你 technology 好叻 ，robot， 但係 same time 咧，你文化啦，尤其係音樂同埋 drama 依兩方面咧，我哋係會盡量佢會去推嘅。咁所以亦都會貫徹到我哋未來可能維多利亞嘅學校啊，
我用我哋嘅啲學校咧，等等咧，都會去貫徹兩個大嘅方向嘅。嗯。OK， 好，阿 Bernard， 你答下政府可以做啲咩呢個問題？我諗回應咗頭先好似傳媒問一個叫係話係咪文化沙漠咧？係。咁我依個咧就即係同頭先阿鄭生即係、就是、Adrian 講嗰個 point 就係、是，可能以前係，但個時代真係轉啦，係嘛？即係而家你講緊個新一代。我唔完全覺得我如果傳媒仲用一個字咧，可能都有少少 out 咗佢哋。嗯，因為真係唔係一個沙漠嚟㗎，而家係真係而家係。當然你話係咪三代都一齊咁樣睇法，就可能真係未。嗯，但你話係咪話真係仲係沙漠咧？絕對唔係咯。咁啊，嗯，我因為我要俾翻阿潘教授啲機會講嘢，冇就係等我哋用我嚟接。OK。咁啊，即係我想，因為頭先即係之前我介紹阿 Johnny 嗰陣時咧，我哋講到話你係一個創意媒體嗰個交叉領域，我覺得咧，點解講呢個轉題，講咗個話題咧？因為我幾年前 ，Johnny， 我幾年前咧就我個仔咧就話要去參加，要聽個 concert 啊，仲要鬼死咁遠去到機場嗰個嘅嗰個博覽館度去聽嘅 classical music 喎。其實第一咧，我對 classical 真係一般啦，係咪即係。咁啊，仲要去到咁遠，咁啊，但係陪佢去冇辦法去啦。我預咗去瞓覺嘅，啊咁啊，但我去到個館嘅場地咧，我一大驚訝，因為個個入樽場噶啦嘛。哇！咁望落去咧，我諗七成都係年青人嚟嘅，小朋友添啊。咁我心話：哇！點解咁多小朋友中意去睇 classical music？ 仲驚訝咧，一其實我去咗之前，我唔知嗰個係邊個嚟嘅，因為我完全本來諗住係去陪嘅啫。入到去，哇！發覺依、這個好似 rock star 嚟嘅，依個表演嘅喺外國嘅香港表演，佢出場嗰陣時候咧，啲年青人直情係哇叫嘅表，哇！我心我係咪去錯咗個 event 咧？點解呢個 rock 依個邊好似 rock concert， 但係 classical music 喎？哦，所以就睇到咧，依個表演嘅組織咧，就 piano guy， 係五個男士一個組合，但係佢可以將一個 play 緊 instrument 嘅嘢，但有 visual 喎。哇！佢引入頭先好似你咁講啊，佢引入埋 visual， 真係好 dynamic 嘅，成個係一個表演嚟嘅，係一個 experience 嚟嘅。佢彈一隻歌，可能係一隻好簡單嘅歌，哇！但彈完出嚟真係嗰、那個，我係有投入感嘅。嗱，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個社會已經去緊依個咁嘅層面，即係所以點解阿鄭生講啱，已經去到另一個層面啦，竟然。而係咩咧？係年青人全部 get it， 即係我去到哇！我點解即係？因為我係最老之一嚟嘅，去到嗰度現場，我真係好驚訝。咁所以我又覺得，我又唔係好擔心咧。其實我哋依個全球化喺依個領域上咧，係已經去緊嘅。香港係行緊，不過香港始終就係過去就先講翻，跟我哋個主題就係話好多時候，因為個商業元素個因素好緊要。譬如你要表演個場地又點咧，好多依啲。咁所以以往點解好多？但係你話政府冇投放資源咧？嗱，所以你喺十四五計劃出咗之後，政府嘅正式回應係咩咧？全力配合，我哋已經有西九文化區，又有係咪東九啊？嗰個又另一個係東九啊，東九啊，佢即刻回應咗㗎，話我哋有依啲嘅全力配合。嗱，因為政府唔係自己做，但佢投放好多錢喎。Actually， 你同我都喺西九個局度嘅，咁我哋就好啦，即係佢而家希望我哋點樣落實依樣嘢啦。嗯，依個又有少少落差，因為我哋嘥咗咁多年嘅時間咧，就起個硬件，市民咧仲未見到個軟件出嚟睇到效果。我相信硬件出咗頭咧，我哋市民係睇到噶啦。嗯，只不過就係我哋用成二十年時間去討論依樣嘢，起依樣嘢，但係嚟緊依兩三年咧就陸續嘅硬件出台。但個唯一個即係依個真係要靠點解靠 agent 咧？我哋硬件出咗，咁軟件係點咧？嗱，軟件唔係就係啲產品喎，仲有人咧。所以頭先我好即係好欣賞阿鄭生講嗰個話點樣去培養啲人嘅 curator 啊，因為 lighting 啊呢啲所有嘢，即係我哋依個 ecosystem 文化係，因為以前未有依個產業噶嘛，咁你好難怪。今日有啦喎，咁你依批人。所以點解好多人批評西九點解請好多外籍人士？咁我哋香港依方面以往可能真係未有咁多叻嘅，但我哋都需要行依步去培養依啲人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年青一代其實出路將來肯定多咗一個係文化創意依個嘅產業嘅。好啊。但係因為始終因為起步慢咗。但係政府有冇投放咧？硬件就投放。軟件咧就咁就真係要靠我哋教育界同我哋而家商界企業去
即係支持文化界一起去做。好啦，咁時間剩翻幾分鐘啦，咁我不如請阿鄭生嗰啲短問短答，關於呢個傳媒有少少問題，咁就都係相關嘅。首先咧就有個網上媒體都係觀點，就話咧新世界未來有好多矚目嘅大型項目落成啦，包括呢個啟德體育園同埋呢個機場航天城。啊，點樣借助藝術去提升呢啲項目嘅吸引力咧？可唔可以即係透露一下？我真係好都唔係，我諗唔係個個項目都要用藝術去提升。咁係咁，所以要睇啦。譬如你體育員咁，你用藝術就好似唔係好拉更係嘛？咁但係體育都係一個大嘅緊要嘅一個，其實要做嘅一個軟實力啦，可以咁講。咁航天城就唔同，航天城係娛樂為重嘅，娛樂方面就明白。咁巴士的報咧就兩條問題，不過第一條我諗做咗今個 talk 都講咗好多，就係個藝術商業點樣結合嗰陣時取得平衡啦。第二就係即係因為都講咗好多啦。咁第二咧就係個疫情之下。特別即係可以講下疫情其實對即係嗰個商場運作呢種商業模式係會帶嚟啲咩改變咧？因為有個講法係即係頭先你講你 expand 緊喺內地，但係啲人又話內地啲 shopping mall 已經係好多係 close down 嘅，咁嗰個哦唔係內地嘅 consumption， 我哋升150-200% 嘅，係。咁所以其實反而內地嘅 consumption 即係零售係做得很好啦。咁我諗商業模式 overall 啦，唔好淨係講零售啦，都要線上化噶啦。其實線上化依樣嘢好快就要做，譬如你大家都聽過啦，直播啊，可以開 talk 啊，開 webinar 啊等等都係線上去做，線上賣嘢啊等等都係去曬線上噶啦。線上去睇展覽啊，線上去探店啊，線上去賣樓啊，線上去。去好多即係全部去翻曬線上，咁線上而家大概佔我哋10-15% of 我哋嘅銷售嘅。咁另外咧，頭先鄭生你提到咧，即係依個藝術可以帶嚟呢個公平和諧。咁我諗蘋果都有個類似嘅問題嘅，就係、是、可唔可以你認為咧文化藝術點樣可以咧為年青人提高歸屬感？第二條咧就係、是。文化藝術可唔可以令大家即係除咗有歸屬感之外咧，令到變得更加團結，減少呢個分歧同矛盾？嗱，我咁講啦，不如文化藝術呢個字其實頭先都講咗啦，係我哋嘅歷史嚟噶嘛，即係香港嘅好多歷史其實演變咗變咗文化，文化用藝術去表達，係嘛？咁既然文化最初期嘅成形嘅時候，其實係一種歷史嚟嘅，咁你其實了解你自己一個歷史嘅，你咪更加佢有個歸屬感咯。即係譬如你話黃都，你了解黃都原來喺北角係咁樣做嘅，你咪對依個北角嘅地方啊，對依個地方會更加有歸屬感啊。咁而大家都係同一齊去見證依個歷史噶嘛。咁所以大家係有一個所謂嘅共同嘅一個價值或者一個去領略嘅一個機會咯。咁所以你咪大家可以團結咯。好啊，嗱就今日我就想，都時間差唔多啦，我就請可能每一位都 wrap up 少少啦。阿 Professor Poon 咁首先就即係可以你 wrap up 你用你個 thoughts 咁樣。我哋頭先你提到啦，文化三木唔啱，文化六洲，咁點樣文化六洲去到呢個文化直谷咧？咁啊，即係今日就講咗好多啦，或者我哋請阿 Professor Poon， 我哋每位都 wrap up 少少啦。我都覺得係喺教育方面係需要有一個好徹底嘅有一種嘅新嘅思維，咁咧就喺文化藝術方面培養。咁啱大家都有提及嗰、那個係咪淨係比賽就係一個嘅出路咧？或者考級係咪就係依個學音樂嘅或者文化藝術嘅嗰個嘅終點咧？咁究竟香港學藝術嘅人都好多㗎啦，邊個小朋友唔學畫畫啊、跳舞啊、彈琴？咁點解我哋出唔到一個香港嘅一個好 outstanding 嘅一個藝術嘅品牌或者藝術家咧？咁我覺得係教育去到要有好根本嘅一個反思，同埋喺個設計同埋整個身體方面。咁參與已經咁多人啦，學嘢嘅已經咁多人啦，咁究竟個 gap 喺邊度咧？咁咧就其中啱啱有提過，阿 Adrian 提過就係咧個研究都好重要。我哋個文化承傳咧，嗰個 archival research 係絕對係好缺乏嘅香港，冇乜 art 嘅 historian。咁咧所以咧依個咧亦係喺大學裏頭做研究文化研究人咧係好有責任嘅。好多時候我哋嘅 focus 係好去咗一啲好
其他方面的東西，幫我自己香港呢做香港這個藝術文化，反而呢有時候我們會沒有擺那麼多資源那麼多力量下去，所以如果要保育要 scale up、要 expand 要 branch out， 我們一定要有這樣的 investment 有這樣的 commitment、所以正如我剛才說教育要有這樣的 commitment，在改革方面，在研究方面，第三就是我覺得那個跨學科的研究很重要。我們現在說的 art technology， art 和 technology 這兩樣東西是會令它活化的。我們如果一直是將一些很傳統的東西用回最傳統的方法、最保守的方法，永遠都是發展不出來的。所以我就覺得這三方面是覺得我們是需要做的。 Bernard, last thoughts。 我即是想跟進潘教授的個 point， 我想除了話我哋喺教育啊、教嗰啲人方面，你家長都係一個緊要，即係家長個概念，即係個思維都真係可以要更新下嘅。因為我真係好相信咧，以往老實講，你話即係文化藝術，一個作為一個企業產業或者好咧，有冇出路咧？咁的確我都唔可以有包單，但今日咧，我完全覺得呢個係一個絕對係一個香港。絕對有空間的一個產業嚟嘅，咁所以但係家長要知道喎。家長當然我認同香港家長都好現實嘅，因為佢都想睇到先啊嘛。咁所以我好即係好開心，今日我哋嘅即係主講嘉賓啦，鄭生，佢哋嘅企業去帶動依個真係可以改變思維嘅一個工作，就唔係純粹口號式，係因為家長好現實嘅，即係佢睇到佢，咦，真係有機會嘅喎。好似頭先你講到阿 Adrian 講到就話，喂，出嚟有啲 iconic 嘅人，有啲 poster boy 出嚟。家長都看到的嘛，咁呢個就真影咗下一代，佢哋啲人肯去俾個機會試，嚇呢個即係 break 咗個 cycle 先得。如果唔係個 cycle 永遠都係，喂，究竟係家長問題啊，家定係行產業先啊，定咩咧？走係走唔咗出去嘅。所以今日鄭志剛先生係即係我哋嘅希望嚟嘅，幫我哋帶出呢個嘅困境啊，香港。你做埋我一份啊，今日鄭生。我很同意的，剛才真的很多謝 Bernard、潘教授、Steven， 你多謝你的encouragement 鼓勵啦。我覺得呢，其實剛才也說了，其實最重要呢就是去回基本功，其實我們基本功是不夠的、我們說今天說很多可以是由 stakeholder 等等，其實基本功未夠，所以如果基本功做得好呢，我們才可以將那個內容呢去傳承的。因為如果我的受眾是很想要，但我根本沒有東西給他，我給一些是糖衣給他而已，那他就自己不可以 pass on 的傳承出來了。而你不可以這樣做的時候，所謂的軟實力是 pass on 不到的。我們只可以做一些所謂的打卡一站式昙花宴的東西，其實就不會 long lasting 了。所以我覺得要做一個基本功回去先。好，多謝鄭先生，很 inspiring。 我將時間交給主持。好，唔該曬 Steven。 咁今日嘅論壇到呢度為止就圓滿結束啦。我哋再一次感謝鄭志剛先生、陳志思先生同埋潘明倫教授。下一場嘅團結卓越論壇將會喺5月13日下晝3:00到4:30舉行。主講嘉賓會係新加坡國立大學國大亞洲研究所傑出院士馬海石教授 Professor Kishore Mahbubani。主題將會係 Can Asia Guide Biden on China。詳情敬請留意團結香港基金同埋公共政策研究院政策 Facebook 專頁。最後祝大家生活愉快，身體健康。我哋期待喺下一場論壇同大家再見，拜拜。